Привет, меня зовут Анна, я из России. Hi, 大家好，我是安娜，我是喜欢纽约在广西民族大学。今天我给你们看我在学校的生活，来吧。 图书馆的路上有一座桥，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很漂亮的相思湖。早上人很少的时候，有很多白色的鸟来这里吃早餐。这里有一个语言博物馆，我很喜欢，是学校新开的。那个是语言博物馆，来看。 这是我们学校里的咖啡厅，我有时间的时候会来这里喝咖啡、看书，跟朋友们聊天。这个食堂就在我的宿舍楼下。 最方便。相思粉雨桥很漂亮吧？天气好的时候，有很多同学在这里学习、聊天。这个桥有屋顶，我听说这里的人有节日活动会在桥上一起庆祝、吃饭、喝酒，摆很长的桌子在桥上。